开播仪式由 IKEA 宜家家居集团董事林思卓、家己市长吴敏辉、市长曾宏安含多位在地议员共同参与，双方互相递赠纪念品，宣布 IKEA 全球首创的 IKEA 系八季行动商店正式开幕营运。因应台湾的设计展，我们努力希望找到国际的品牌，非常感动 IKEA 愿意选择在嘉义市，这是在全球首发的第一间行动的商店，那跟嘉义市的小城市大的创意大的能量应该有相吻合，所以在我们招商的时候他愿意走到这里来，我们非常的感动。我想这应该是嘉义市也有魅力，也很高兴嘉义人特别的欢迎期待 IKEA 的进驻。作为 IKEA 黑行动商店的第一个客人的时候，我走进来开箱给大家看，好多得到很多市民的回应回响，他们也都准备好了。我觉得在疫情的时刻大家有这样的振奋，我想国际设计品牌能够走到这里来，对嘉义市来讲无疑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加油跟鼓励。IKEA 黑行动商店位在嘉义市文化公园主乐音响广场，是由七座白色的货柜搭建而成，现在已经成为民众打卡调性的一份景点。在店内贩售将近百项收纳直销的商品，还有嘉义限定口味的双麒麟，并将在开店期间来店内来申办卡友，地当提着限量的零钱包，卡友伫咧即个月的八号到十五号在行动商店消费，得上限量的刷鱼翠暗一组。所以伫咧开幕现场，就涌现数百名等台北进场的民众，人气抢抢滚。最新新闻，就听孙王小三加一起彩虹报道。嘉义市政府争取交通部观光局体验观光地方旅游环境营造计划补助，核定经费1000万，兴建嘉义市第一座的旅客服务中心。高雄在市长吴敏辉参与与会贵宾共同参与动土仪式之后，正式动工，占地57坪的旅客服务中心位在嘉义市卡农园区的入口位置。每年6月完工之后，除了提供游客旅游相关资讯，也将结合在地的业者，提供好吃好买的餐点和伴手礼，来提升嘉义市的观光旅游能量，让所有的旅客来这边，你不但有一个最好的人文公园，百年的嘉义公园，还有百年的棒球场，卡农的精神就在这里。你还可以旁边我们还有滑草场，还有喷泉，甚至还有溜滑梯，家长带着孩子来这边真的又好玩，知性、感性，还有亲子的游乐都可以。现在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个最亮的亮点，旅客服务中心再盖起来，今天这样的动土，代表我们又往前迈向一步。而且我们告诉大家哦，这里有最方便、最便捷的，有旁边就 BRT， 甚至我们低底盘的电动公车，还有 U-bike， 全部都在这里，交通接驳方便，还有。最好我们旁边还有停车场，你把车子停在这里以后呢，你就可以开心的逛嘉义市。那我们夜间的经济又再一次的点亮，我想这是明年的6月底预计我们能够完工。在这一过程当中，希望人员平安我们工程能够顺利，那我们早日共同来看到这一个旅客服务中心的亮点。嘉义市旅客服务中心的建筑设计将融合着嘉义市目睹的意象，除了基本的旅客咨询服务功能，故事商业空间委员经营就是希望提供游客多元化的复合服务。嘉义市政府呼吁，施工期间难免造成市民朋友的不方便，市府将会开始来督促施工和建造的厂商做好交通维护和工地的安全，还有环境维护和敦亲睦邻的工作，确保工程会当如期如期完工。最新新闻，张庭顺、王秀山，嘉义市彩虹报道。嘉义市政府偏的搭配应用振兴券，办理振兴消费券金加码计划、产业振兴计划、团体旅游振兴补助计划含个物资加码计划四个案件，合计5亿9523万8000元的追加预算。15号将在嘉义市议会进行审议，初步规划以投开票数的模式，集中伫咧2天的时间来发放。如果共一户有真侪个人，会当用委托的方式，由一个人代表领取。行动不方便，或者是有特殊情形者，会当透过社会处的系统来协助。
搭配着中央振兴券的政策，嘉义市政府加码的提案当中，振兴消费券金加码计划是加码发放每一位市民现金2000元，大约5亿4000万；产业振兴计划3150万，是要鼓励市民在地消费满1000元送100元，甚至满5000送500元。如果不是市民摕500元的振兴券，实体券会当兑换1000元的加倍金，到200多斤的特约商店、旅馆的消费。另外，团体旅游振兴补助计划偏的2078800元，个别在加码计划300万，总计5亿9523万8000元，希望会当来鼓励消费可算的效果。最新新闻就听说王秀山甲义市彩虹报道。该市长表示，进前65岁以上长者是打第一剂 A 类时，该市是以大型接种站与免加医为长者服务。这一届第二剂，市府也决定再一次开大型接种站，服务要是打第二剂 A 类的65岁以上长者，并强调，这一届是打的第二剂疫苗也是 A 类，但因为中央也未开放混合是打，因此无提供莫德纳以及 BNT 疫苗。另外，莫德纳疫苗也还未到会保护地区，请第一剂接种莫德纳疫苗长者等待通知。你符合第二剂 A 类疫苗的65岁以上长者，将由该市政府统一注册，由里长甲里干事在几天内将疫苗施打通知书、意愿书送到长辈处中。另外，想要利用110年9月25、26、27、30天，前往大型接种站施打 A 类第二剂长者，唔免上1922预约。另外，针对在9月10日进行在长者西药剂机构接种第一剂 A 类疫苗的长者甲民众，将同款比较往例，请长者西药剂机构统一注射第二剂 A 类疫苗。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北部疫情升温，新北市的邦桥竟爆发着 Delta 病毒群聚感染，让真侪家长拢真烦恼。嘉义市政府为着要防堵疫情，避免着幼稚园的群聚感染，特别定出着防疫新指引，对进入去只要疑似接触着风险者。嘉义市政府授权各园决定班级或者是全幼稚园停课至少1天的预防性停课措施。只要有接触危险风险者，就授权该园来自主停课一日做清消。然后如果有被框列的教职员公生，那个班级呢就停课2日，那个园所呢也停课1日来做清消。如果有一位教职员公生确诊，该园就停课14天，比中央的规范还严谨，希望能够落实防疫的措施。那另外一个部分呢，也呼吁我们教职员公生来健康自主管理，希望能够生病不上班不上课。如果教职员工有发烧、呼吸道的症状，要立即通报幼儿园跟教育处。另外呢，也要求教职员工在3小时之内要提供自主的快筛。另外，在防疫的规范部分，在我们幼生入园前，每日都要做清消的工作，学习场域或者是教具啊、游具都要使用后就要马上做清消。另外呢，也不跨班上课的部分，然后落实固定的座位，落实点名，让我们的幼儿来幼儿园学习能够平安健康。刚以市政府呼吁幼稚园的师生需要加强自主健康管理，如果发现有发烧、呼吸道症状、鼻物件、食物件的滋味有各样、腹肚无爽快等等的症状，就应该爱停止上班上课，做好破病卖入园，同时爱马上来通报到园所和教育处。另外，教职员工需要在3点钟之内提供自主快速体检的证明。嘉义市政府将会持续加强着幼稚园防疫稽查的工作，确保各园做好着防疫措施和空间中留人数的规定。目前，嘉义市幼稚园教职员工第一剂预防针施打率已经达到99%。嘉义市长吴明辉嘛，全力向中央争取第二剂的预防针赶紧注射，提供予嘉义市幼儿更加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最新新闻就丁顺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
嘉义市污水系统第一期分支工网和用户接工一标工程已经接近完工，工程的范围包括着保丰里、保新里、德惠里、福安里和保安里五个里的地区。推进当中的第二标、第三标的工程范围，有德惠、保新、重庆、福全、福安和甘平六个里，嘛陆续有用户接工。所以原本伫咧今年全市用户接工数的目标是1500户，截至七月已经完成了2366户，超过原本的目标1.5倍。第四标、第五标嘛积极伫咧施工当中。嘉义市政府强调，会秉持着会当多多接工、多多接工的精神来进行着污水下水道的建设，希望会当为更加侪的市民提供良好的生活品质。那我们第一期的工程呢，预计在110年我们就要完成，总共15000户。那我们目前已经执行了，到今年为止提前达标，那总户数已经达到4000户左右。那整个成长率目前是今年度是全台湾地区这个第一名达到这个2.多%。目前已经在施工中的区域，包括第一标已经接近完工了，2、3标、4、5标就是在我们4000路、自由路、友中路这整个区域呢，是我们这个目前在施工中的。那配合我们的友中好事跟博爱安居两个社会住宅的推动，所以我们也积极规划在8、9标，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图上的这个后义里的这个附近跟香屋里这个区域的部分，是所谓的这个8、9标。那我们预计呢，整个年底可以来发包，那明年度来开工。那这个整个配合社会住宅完成以后，配合污水下的要建设，我想对于我们整个市政的一环是一个整体的构想、整体的推动，对于我们以后的市民的生活品质一定能够大幅的来提升。嘉义市政府表示，污水下水道工程是看不到的建设，却是相当重要的基础建设。分支工网和用户接工工程完成之后，生活污水会当经由污水下水道系统收集到水资源回收中心，经由处理和消毒之后排放，会当减少到病危网的滋生，提升到居住的品质。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山，嘉义市彩虹报道。经过利川甲复兴新村为一个市东区，早期是空军眷村，土地笔数总共290笔，东边以溪滨路为界，西边到民国路，南边以民族路、朝阳街为界，北边到国民路，大约8.8公顷，目前改为停车场使用。该市政府地政处表示，原本经过利川眷村，在1994年搬到经过新城，为提升当地居住环境甲发展需求，军方原本以道经的方式开发，但这届流标则改为市地定位。历经九月20号，经由内政部审议通过，市地定位计划书修正后，就使开发。目前就是我们建国二村复兴新村这一个湿地重划案就在大家关注的这一个进度之下那我们在8月20号我们经过我们内政部市地重划审议委员会审议那也有委员就是原则上同意了。那我们目前大概就是内部有一些小细节，只要修正后呢就可以来通过了哈。那我们如果接到了内政部他这个审议通过的函之后呢，我们后续会由我们本府的都市发展处来发布我们建国二村复兴新村湿地重划的都市计划里面的主要计划、细部计划来公告发布实施。那后续呢，我们就可以展开我们湿地重划开发的工作。地政处表示，目前这一区全部拢是商业区，靠住广场、公园、停车场、道路用地，大约还有5.3公顷。未来地主会使领回60%土地，其中军方占90%，该市场大约有2100多平，希望打造成该市的商业区，发展观光休闲产业，建观光林条，借此带动该市的经济发展。新闻台闽台市采访报道。
每年中秋，未少大大细细张出的联欢红包活动拢会陆续举办，但今年因为疫情关系，和未少社区社团的中秋红包活动列为观察期间。你家即将在开会讨论之后，率先决定社区社团的中秋相关活动全部停办取消。不过，更大的厝人买红包未禁止，但要注意相关防疫规范。Delta 病毒已经进来国门了，那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的假期，那中秋节呢会有这个人潮南北的移动，那嘉义市为了避免人潮的群聚跟人潮的移动造成疫情的扩大，那市政府呢在这边宣布从9月18到9月21这几天的中秋假期呢，中秋节相关的活动都暂停来举办，那包括烤肉、唱歌、联谊跟集会。家庭式的烤肉呢是不在这次限制的范围，但是呢相关的防疫工作还是要做好。该基金卫生局表示，社区社团办理项目欢庆等活动，无到落实全程戴嘴罩，同时要零条顾及，强调无到保持社交距离的状况，也希望各社区在疫情期间配合促销中秋节活动，同时也会请社会处通知社会团体统一促销中秋活动。新闻调频界齐彩虹报道。国内知名的食品厂无兴农经公司14号由董事长吴清德代表，含嘉义市议员戴宁，同齐前往嘉义市政府关心着152的月饼礼盒，希望伫咧中秋节来到进前，向辛苦的防疫佮有经销救护人员表达由衷的感谢。啊，市长有特别魅力，要管理有特殊的方法，所以才能够今天达成哦，我们是。全省哦，你来看哦，加这个一年外，等下十个啦，10个案例病毒案例，哇，也像台北县、台北市哦，我电脑里台湾安尼走哦，来为北投是较难哦，阮遐小姐甲我讲哦，我想懂。嘉义市长吴敏辉亲自出席关键仪式，来代表受证，同时会上感谢状，感谢来自民间企业的关怀和支持。所以在中秋的前夕，我们想回顾到这段疫情期间大家非常的辛苦，第一线的同仁辛苦了，那他送给我们警消同仁呢有这一份爱心，我们特别要感恩，我们珍惜，也谢谢您的鼓励，那期望呢让我们企业带来温暖的力量，我们能够有更大往前走的动力，那也谢谢戴议员，因为他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认识一位好的企业的董事长。这个社会需要良善正派的力量，我想良善的企业、正派的政府，还有一个感恩的市民朋友的一个感恩的心，都可以带给这个整个社会一个正向的循环哦。那我想今天就是做出一个非常好的示范，我们大家都怀抱感恩的心，然后为防疫工作继续努力，谢谢。经营超过一家子的无兴农经公司，是国内相当有名的食品业者。又感到伫咧疫情期间，公部门第一线防疫人员含经销救护单位的牺牲奉献，守护民众健康。因希望透过关心月饼表达感谢，也为辛苦的防疫人员来献上中秋节的祝福。最新新闻就定是王小生加一起彩虹报道。该市历史建筑是红庙戏台修复工程，历经400天的工程即将完工。该市长米辉特别前往视察工程进度，并表示预算上好，林宽敏在该市起家，为回馈社会，捐赠新红庙戏台作为工程兼戏台使用。昭和15年，新红庙中建完成之后，庙埕工程运用刚刚红北路拓宽的原因，将戏台拆除。林宽敏之子林文忠知影之后，为感念父亲神行，买下遗址，回到大刀街恒基中建作为主题使用。李孙啊，林良家主动提拔，该建筑在2009年登录为历史建筑。原本戏台是一个福建漳州市的一个这样的建筑形态木构的建筑，但是呢，因为它受过一公告有安满是温馨起节的有建筑的建筑书，所以它重新呢把它组装起来以后，作为自己的住家。我想在这自己的住家里面，
能够在这边的生活，把它也保留的不但是一个木构的建筑，还有所有雕栏画栋，可以说是当时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结构。那但是到了民国我们98年，我们非常感谢当时呢林家后代啊，就林良甲先生，他们大家林家后代大家愿意有共识把它提出为历史建筑。那也因为有历史建筑，我们在累积这么多年来终于争取到这一个修缮的一个这样的工程。现在工程呢，我想我们把它布置住，然后慢慢这个已经竣工了。我们看到这里面有许多不但是有福建漳州市的一个建筑的特色，再加上日本式的一个建筑，在这里面有多元的融合。在这里面我们更看到了一个家族的一个家和万属性跟大家家族的凝聚的力量，这真的很不容易。摩亚局表示，迄代本身是漳州建筑在融合历史建筑类型，而迄代牛条上的雕刻甲太师白的彩绘艺术，唔仅具有迄代历史价值，更是见证人家对城市发展的贡献。李后续将会甲彩绘修复工程作为第二阶段的修复目标，而第一阶段工程将在9月中完成，验收完毕之后，文化局将会高雄人家再利用，并开放予民众预约参观。同时在25号办理古迹小旅行，邀请民众了解原本城隍庙的戏台故事。新闻台民间七彩虹报道。康健杂志2021年健康社区大调查，并照着医疗服务含成果，各名前三名的成绩，下下飞六度，第二名的成绩。医疗服务是嘉义市的强项，在今年调查当中排名第二，并且每一个职业医师的服务人数。护理师服务人员和照护员人数三个指标分别伫咧第二名、第一名和第二名。成果各名对去年的第八名提升到第三名，其中的规律运动人口更是全国冠军。嘉义市勇夺了健康城市非六都的第二名，而城市的急救力获得非六都的第一名，这是全体市民以及市府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面对疫情，我们坚持拱手不握手、勤洗手三手策略，口罩更要戴好戴满，全力守护市民的健康。从加强采检、迅速疫调来防堵疫情，到贴心高效率的与美嘉义市的友善接种疫苗，防疫态度绝不松懈。另外，规律运动够健康，嘉义区有35座的公园，密度是全国之冠。我们要打造一个全民都能乐于运动的好环境，翻转对公园的想象。另外，嘉义区对急救、消防、人力设备也全力的支持，大幅提升了城市急救力。这就是希望打造嘉义区是一个世世代代好徛起。大大小小拢介意的幸福社区。另外，在城市急救力的方面，嘉义市摕到非六都组别的冠军。康健杂志指出，嘉义市各项的指标拢超过水准，其中伫咧救护能力的方面更加优秀。救护成果面向的欧卡存活率高达29.6%，是非六都组别上悬，嘛含台北市同款好。嘉义市的急救消防人力对2016年的200人，增加到现在将近300人。而所有分队拢配发有救助器材车一台，这嘛是全国唯一达成的城市。另外，伫咧 AED 的普及率是台湾本岛密度上悬，增加二期总共有250台，大大提升着紧急救护的能力。最近这几年来，嘉义市投资伫咧急救消防的人力设备和 AED 的设备，拢大大提升着城市的急救力。最新新闻，张丁生、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
刚以市长吴明辉来到嘉义漫漫民宿，亲自颁发着民宿登记证和专用的票示牌，来感谢着业者为嘉义市的观光尽一份心力。议员蔡文孝、郑光宏等嘉宾和立委王美惠办公室主任徐文志，拢到场向业者来恭喜，感谢业者争取着背包客佮有少年的学生在内的观光族群到嘉义市旅游。我特别恭喜尹秀，谢谢你的用心跟努力。然后这是嘉义市我们人文与历史风貌相关区域的第一家民宿，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到八月底已经有三家成立了，慢慢嘉义慢慢民宿这是第一家。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八十二弄文旅，还有拉瓦宅，那三家的一个民宿，我想都是许多愿意做梦、愿意踏实努力追求梦想，这是我们一种地方创生的概念，把在地的 DNA 连接了年轻人的创意跟创生，让我们找到一条非常可爱的一条路。疫情期间却有这么温暖、这么好的机会，我们感谢他。如果你有好朋友来到这里，你不妨来看看，虽然房间数不多，可是是值得让你会带回满满记忆与回忆的好地方，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哦。经营嘉义漫漫民宿的业者陈英秀，自细汉就伫台北大汉，毕业了后到嘉义打工换宿住一个月，没想到被嘉义市的人情味吸引，就离袂开啊！伊希望住一排民宿的旅客会当走入去嘉义市的巷仔底来品尝在地的小食，好好啊欣赏嘉义市的美丽角落。当时候毕业之后来嘉义玩。然后有短暂住过一个月，然后那个时候在嘉义生活，就觉得哇，嘉义生活感是一个很有生活感，然后步调很慢，可是却很舒服的城市。所以那个时候就在心里埋下一个种子，就觉得如果未来有机会开民宿，会希望可以选择在嘉义落脚。然后后来真的有这个机缘，然后在嘉义就是落地生根，然后开了慢慢之后，都会跟客人说，就是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嘉义。就会介绍他们我喜欢的店，然后我喜欢的可以去走的街道，比如像中正路或者什么，有很多其实是很有味道，它没有被过度包装，可是它就是很有味道跟很有故事的老房子也好，街区也好。那只要客人跟我说他觉得因为来做我的民宿认识我，然后有多认识嘉义一些，然后多喜欢嘉义一点，我觉得我开这家民宿的目标跟任务就已经达成了。嘉义市区原本只有一间合法的民宿，嘉义市政府伫咧旧年十二月二十五号公告具有人文或者是历史风貌的相关区域，好区域内底民众会当依照着民宿管理办法的规定申请经营民宿。第一波有嘉义漫漫民宿、八十二弄文旅和拉瓦宅三间的业者符合规定无违建，通过消防安全检查，合法租着民宿的执照。最新新闻就顶送王小三嘉义市彩虹报道。